家好，这一集呢我们就是印第安棒哦。现在看一下家中有没有适合类似的物品，雨伞啊，或者是炒菜铲啊，或者是拎俗那的剩的那个万象棒，或者是有一些木头类似的东西都可以，但是要注意安全，长度比这个短也 OK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物品找好了对不对，先握在右手，然后呢让它垂放在腹部的下方，用左手轻轻的辅助，凹身体长高高，看一下老师的侧面，耳肩宽膝踝这条垂直线站直，肚子要用力啊。好，我们做一下呼吸的练习，慢慢的把这个棒子往上提，提到胸前，推出去，吐气，呼，好，慢慢的上升到你可以的位置，有些人可以到耳朵，有些人只能到额头，有些人只能到眼的前方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收，放下来，呼，好，再一次吸气，推往前，呼，慢慢上升，上升到可以的位置，慢慢放下来，收，背部拉一下，好，放下来，再两次哦，走，吸，呼，上升，肚子一起往上拉，很好，有没有比较多？慢慢的下降到胸前，拉往后方，放下来，最后一次，吸，呼，呼，往上升，好，慢慢下降到胸前，往后拉，放下来，好，放轻松，我们先放下来，右脚开始原地踏步八步，走，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好，现在是的一样的位置，可是我们放在身体的后面，好，看一下老师，放在身体的后面，所以会在臀部的位置上，好，那我们的胸廓要稍微的往两侧延展开来，好，一样脚站直，我们从鼻子开始画一个阿拉伯数字的一，水下巴会点下来，然后还原找到老师，二，呼，好，还原稍微上升一些，三，呼，还原再上升一些，最后一次，四，呼，好，回到中心位置的点头。现在呢我们用鼻头往左边画三个小圈圈，走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圈圈不要太大，吸，吐，好，换边走，往右，吸，吐，由右边开始往左侧画圈，还有一圈，吐，好，回来找到我，第三个画一个无限的符号，也就是八，阿拉伯数字的八，躺下来，好，我们从右边先开始，预备，走，吸，吐，下巴点到胸腔上缘，换边，吸，吐，再两个，吸，吐，轻轻点头，很慢，吸，吐，最后一圈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回正，换边开始，走，左上画下来，右上上去，再来左上画下来，右上上去，最后左上，吸气，吐气，哎，很好，有没有很舒服？好，现在把你准备好的棒子拿出来，先握好，这个棒头的地方轻轻的抵在这个锁骨接近肩膀有一个肩窝的地方，好，另外一手定很轻松的垂放在旁边就可以了，先把手肘拉下来，等一下我们会往上推，做一个吐气，好，手肘朝前，到哪里算哪里，不一定要很高，好，慢慢放下，好，左四个，走，上下，
上下，还有两个上下，最后一个上下。好，我们把手打开来，往上一样，上下，外侧会拉开，上下，还有两个上下，最后一个肚子要用力哦。哎，好，换过来，滑动滑到这一边，先握好，好，右手放松，掌朝前，走，上下，上下，上下，最后一个有没有再开一些？好，把手臂往外走，上下，上下，再两次，上下，可以对齐到耳朵吗？嗯，很好，再滑过右手，我们现在会画圈圈，往后方画四圈，走，吸吐，吸吐，另一手掌心朝前哦，吸吐，最后吸吐，往前走，嘿，吸吐，手肘要绕到前方，吐，再两圈，吸吐，最后吸吐。好的，我们换手，一样的动作，右手垂放掌朝前，预备姿势，走往下，走，吸吐，吸吐，还有两圈，吸吐，最后一圈，吸吐，准备向前绕，走，吸吐，吸吐，感觉整个胸腔跟着走，吸吐，最后一个，吸吐，好，放下来，我们轻松踏步，右脚起，走，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好，现在我们的棒子又来到右手了，我们内外内外的做一个转动，吐吸吐吸，好，换手，吐吸吐吸，吐吸吐吸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回到右手，现在看一下哦，这个是大拇指的位置。当我们打到右侧向外的时候，大拇指要打开，那往内的时候，手肘弯曲的时候，大拇指要跟着收进来，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控制手上物品的情况下做外侧内侧外侧内侧，可以哦，好，预备试试看，我们先从右手来，五六七八，内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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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很好，我们换到左手看看，好，一样哦，以大拇指为一个方向，现在是朝向左侧，关进来就会朝自己，所以会转进来，这样肩膀才是舒服的，好，预备哦，走，内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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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，再换回右手，现在我们往内的时候会有一个蹲的动作，试试看，膝盖很轻松的律动，肚子用力，也就是这样，很像萝卜蹲的动作，可以吗？有没有跟我们一起蹲？好哦，预备哦，左手在这边，我们蹲三下哦，走，三二，还有一个一，可以哦，好，一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试着用手肘带动转这个印第安棒，好，再一次关起来，绕到身体上快下来，好，再一圈哦，绕，直接让左手接到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左手绕哦，走，三圈，两圈，一圈，换右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好换？好，我们现在转一圈换试试看哈，走，绕一圈换手，绕一圈换手，再练习一次，
绕一圈，这手接过来，换手再放掉，绕一圈，换手。好，现在我们做三个摆荡，三个摆荡，然后一个绕圈，换手之后，左手也是三个摆荡，先跟我们轻松做就好。准备绕圈，走，嗯，好，很好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如果有一点小错误都没有关系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预备哦，左手放轻松，走，蹲一，蹲二，还有一次，三，绕圈，换手，蹲一，很好，蹲二，肚子要用力，蹲三，画圈，绕，再一次，蹲一，蹲二，蹲三，画圈，绕，换手，蹲一，蹲二，蹲三，绕，换手，哎，有没有跟到我们呢？哦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先轻松把棍子放下来，把这个棒子朝下，我们练习一下踏并步。好，我们往左侧哦，往左侧哦，好，预备，五六七八，左点，右点，左点，右点，左点，右点，左点 ，OK， 停，好。左点，右点，左点，右点，左点，右点，左点，右点。OK， 我试试看哦，跟不上就往下蹲就好了哦。预备，五六七八，左点，右点，左点，右点，再一个，画圈圈，绕，换手，嘿，还是一样的动作。有没有跟到啊？还有一个摆动，画圈圈，绕，换手，左点，右点，也很好，左点，右点，绕圈圈，换，左点，左点，右点，再一个，绕圈圈，哇，加油加油，再一次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绕圈圈，哇，大大，左点右点，有跟到吗？最后一个咯，画圈圈，绕，耶，嘿嘿，哈哈，好，棒子又回到右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记不记得，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做一个上身的动作？好，它有四个位置哦，那我们一起先做一次慢的。左手握拳放在屁屁上面，这边好，好，打开来。下一个动作，到胸前，房子，一个正方形，中文的一，在下巴，抓背。好，老师转侧面看哦，棒头朝下，抓背动作。好，打开来，歪。好，画下来，画，再回到房子。中文一，抓背，斜上打，好，再两圈哦，画房子，中文一，抓背，上，最后一圈，呼，房子，一，抓背，上，好，左手伸出来，嘿嘿，画下来，换到左手，右手握拳，好，准备咯，走，房子，等你们，棒头朝上，好，一，棒头朝左，对，好，下巴，抓背，抓背看到，朝下，抓背，打上去，蹦，好，走，画，房子，一，抓背，上，还有两个哦，画，房子，一，抓背，
上，最后一个画房子，一抓背上，耶！有跟到吗？下集见。